的鼓励好吗？第一组上台的是 Benny 吗？啊，三年九班的同学是你哦，换你耶。你好吗？你知道我上次看到有一个人也穿这个凤梨的衬衫，你知道司马里奥吗？他是我们台中在地一个非常厉害的，我觉得年轻的歌手，然后他也是乐手，然后他也有在教钢琴，他非常的厉害，我个人非常喜欢他的声音，他的诗是斯文的诗，马是那个马，骑马的那个马，里是里长的里，奥是奥地利的奥，你们可以上网搜寻司马里奥，他的歌非常的好听，然后真的很厉害。你回去可以搜寻，他会变你的偶像。司马里奥，他上次也穿这个，表示很厉害的人都会穿这个，那你一定也很厉害，好吗？没关系，我们三年甲班都很厉害。好，那我就不讲话，我就把舞台交给你了。欢迎我们的 Benny。铁花村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Benny。然后这其实不是我的英文名字啊，相信每个人就是表演者，他们都希望能有一群忠实粉丝。然后我虽然没有到一群，但是有一个，就是他是我大学六年的室友。然后每次想唱歌，就会把他当成我的观众来唱给他听。他就叫做 Benny， 所以因此我上台表演，我也叫做 Benny， 就是纪念他在我这个音乐的道路上就有不断的支持与鼓励，让我能继续走下去。然后我第一首歌要表演的叫做何仁杰的《亲爱的对不起》，它是在描述一个游子在旅行的时候看到美丽的风景，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他所思念的人。所以上个周末去兰屿的时候，在气象台上，就是气象台上的凉亭听着这首歌，就享受悠闲的午后，觉得特别的有福。所以大家等等不妨就把眼睛闭上，想象自己最喜欢的风景，心中思念的人，然后一起来享受这首歌。
家的路，却忘了怎么走。在一个遥远的地方，那里有温暖的太阳。亲爱的，对不起，我对你说了一点谎，偶尔也会迷失方向，累了我自然就回家。亲爱的，对不起，我对你说了谎。在一个遥远的地方，那里有温暖的太阳。我对你说了一点话，每儿也会迷失方向，累了我自然就回家。亲爱的，对不起，我对你，亲爱的，对不起，我对你说了话。大家，好，那第二首歌是带来陶喆的《就是爱你》。就在一起看世界。
个主持人准备到同一首歌，就是张震岳的《思念是一种病》，不过我也没有准备其他歌了，所以就大家再听一次。然后这是一首就是让人自省的歌啊，它在描述人们在汲汲营于工作名利的时候，往往会忘记珍惜身边的朋友跟家人，等到发现的时候，就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跟精力去弥补这段关系。然后我会唱这首歌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我来台东两个月，很快就到最后一个礼拜，之后要回到西部，所以台东于是就变成了穿山越岭的另一边了。那这段时间啊，无论是在活水湖游泳啊，海边冲浪，山上溯溪，加鹿兰看星星，然后还有铁花村办的这许多的活动，都让我的生活精彩很多。尤其是这个唱作居家，让我这个唱身体健康的这个人也能有一个舞台，所以就感谢台东，就给了我很多美好的回忆。一种。
谢谢我们的 Benny。刚刚我唱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很紧张？因为我们撞歌了。没事没事，你唱有不一样的感觉，我唱就是有一点在闹的感觉。但是我们都很认真哦，好吗？所以我们要把握当下，对不对？别让不开心的事底下的脚步就慢，又要重唱。好，刚刚是我们第一组报名的朋友。